好，下一个白保险。I'm a 白保险 ，I'm a 白保险 ，I'm a 很腼腆 ，I'm a 不要脸 ，I'm 爱现眼 ，I'm 不检点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。给我一张。你不需要保险吗？咋的？我怕一天保。哎，侦探，你不是有那个手机吗？你拿手机扫一下他这二维码，应该是可以扫出东西。我跟死者的关系就是经常来店里面玩游戏，不熟，幸亏没买保险，要不然就感觉像是骗保。然后荣门童，我是荣门童，我是一个非常希望在生活当中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人。刚才你们都说你们很多人都像来像去的，我也想说，就是白保险也非常像我以前的一个同事。不是同事吧？你再想想，你再想想。我以前呢是在霄云大酒店当门童，我的那个前同事呢他叫白门童。对，白门童，他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，有全世界最美的笑容。白保险呢，就跟他也很像，对，虽然智商不高，但是人非常的单纯。拜拜。他在2007年的时候，他的智商测试是100分，2008年变成了70分，在2009年变成了50分。拜拜。拜拜。来看我。拜拜。拜拜。然后跟西小土呢，就是像我刚才讲的，我们经常会到他这边来玩游戏。你只是顾客跟老板的关系，